DL766， 它就是一个单人夹克，它里面没有夹层，很多的赛车尾翼才是拼接的部分，然后灯芯绒，然后单宁面料，包括螺纹锁口，左右胸口这些白色的部分全部灯芯绒，那45度角插袋，下摆螺纹锁口，以版型上来说的话，有点像 MA1 的感觉，那也有点像半路夹克，袖子的部分比一长长，想要做短版的感觉。把它做一个全封式的做法，衣长看起来会更短。翻领啊，五斤啊，有兴趣你再到官网看。170公分65斤穿菜的话，让大家参考。190部分，北美式的短袖，穿的是一个最大的2.5号尺寸。那肩线有点掉，袖子的部分大概5分袖，胸围大概离我身体应该是10来公分。衣长部分应该有接近70，最主要就是它这个印刷。那腰带部分就一样是 B329。这具329的部分旁边多一个赛车纹，从摆动的程度下去看，它垂坠的面料跟它的锐角是偏软，所以说穿起来舒适度是高一些。穿菜的话，尺寸，它的腰部一样是没有松紧带加抽绳，它依旧是开口沿。可以用的风格像比较偏向 Y2K 啊，或者是 Vibe 的做法，甚至弄一件美式的短袖，其实它就有点偏向 Mutual 的一个方向。